非常非常的快啊，那真的是出乎我意料，所以我们推荐这个版本的这个铁狼真的是可以增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群攻伤害，配合火德的这个超强的杀伤力，值得一玩。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啊。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套这个铁狼搭配火德的法。那么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啊，这个铁狼这个 A3 这个佣兵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玩过，因为他之前的版本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弱。但是呢，自从这个2.4版本火德崛起，这个火德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技能重置这个冷却时间之后呢，那其实这个火德就从2.4版本开始扬眉吐气了。那么在随着这个2.5版本里面，我们的破棉板子的加入，这个火德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德它的这个很多技能，它不仅仅是有火伤害、物理伤害，所以说如果这个火伤害也被破免了的话，那它的伤害就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到了这个 build， 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狼 build。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一套 build 强力在哪里吧。那我们进去。OK，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铁狼这一套 build 到底强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佣兵的装备我这边选择的是这个瘟疫爪子，然后因为上个赛季做了一个荣耀之恋，所以终于可以在这个 2.6 版本里面非赛里面把这个荣耀之恋给它穿上了。那么它增加了很多的力量，所以它也带得上这个精神盾。那同时头的话，我这边选择的是这个闪耀火焰。那么其实如果为了这个佣兵的这个生存，可以带这个迪拉瑞姆，但是如果带了迪拉瑞姆的话，因为带了火板子，所以说这个角色自身的这个生存能力就需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火抗。那么在这里我就会做一个选择，如果我的佣兵带了这个精神错乱的话，那么我就会带这个，我自己就会带这个闪烁火焰来增加很多的这个火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身的这个技能加点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技能，一般来讲我这边都会把这个毁天灭地跟这个火焰喷发两个技能点满，那同时的话烈地之火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点满，然后极地寒风气旋护甲加一点，主要是为了点出这个气旋护甲。那么这个并没有点，是因为我的这个头盔上面增加了的技能。那么其他的话我这边主要还是点的这个各点一点，然后呢在这个召唤恐狼方面我会点大概4到5点，那么主要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召唤灰熊的这个血量。那技能方面看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备方面吧。我这边用的是橡树之心，然后是使用的是闪烧火焰、谜团，然后凤凰盾、战争旅者，然后我这边使用的鬼火投射者，增加这个吸电、蜘蛛之网和一个抗性的戒指。那么法师之拳这边的板子的话，用的是一些加生命、加力量的元素板子和一个火抗的板子。火炬小符，那么还有就是我的一些抗性的小符，那这些小符都非常的随机。我这边想给大家体验的是这个整个伤害最厉害的这个版本，那么其实就是使用这个增加了打了火珠的这个烈鸦之王。那么其实这个头乌鸦头其实是增减抗性非常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减抗的，这个敌人减抗又达到了53%。那如果你是用这个闪耀火焰的话，那敌人的减抗其实是在41%，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最好的搭配一定是这个佣兵带这个闪耀火焰，然后我们角色自身带这个乌鸦头，那这样可以达到了最大化。刚刚忘记介绍了这个项链我这边使用的项链，我会因为是项链的话，我这边会带一个至少施法在19%以上的项链，那这样子就可以满足99档，也就是我们施法99%的这个速度。那这个档位其实是退而求其次了，在这个风德 PK 时候163档，要想满足的话就会换大更多的部件，所以这里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第二档位。那我们来看看崔凡克的这个效果吧，实际来体验一下。 OK，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召唤物都召唤出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召唤物 OK，F9 那么准备就齐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佣兵使用静电立场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真的是不灰吹灰之力这个火德就是强，破了免之后基本上都不会存在任何的问题。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个牛关吧，看看牛关上面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就是一通乱打，在牛场上的表现还算是差强人意吧，基本上属于可以打的这个地步，效率也还行，生存能力也非常强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都是活免的这个超市是怎么样的吧，我们来看一下。反正就是一通乱按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么多联动技能都一起使。我们看到这个铁狼其实在这个群攻的时候，它都会释放这个静电立场啊，会大大的削弱这个就是这个敌人的这个血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个面对群怪的时候。而且铁狼也可以跟这个 A5 可汗一样带这个瘟疫，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可以减少更多的诅咒的伤害，所以在超市方面，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这个铁狼真的是可以玩了。非常非常的快啊，那真的是出乎我意料，所以我们推荐这个版本的这个铁狼真的是可以增加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群攻伤害，配合火德的这个超强的杀伤力，值得一玩。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喽 ，peace。